哎，喂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稍等我一下，好，我马上到。爸爸，爸爸，你不是说今天要陪我看电影？今天不行嘞，爸爸还有工作，我们改天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爸爸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好，我马上到。妈妈，你说今晚要读故事给我听。妈妈在忙啊，你继续去看好不好？可是昨天你已经答应我了。但是妈妈在忙啊。但是你不可以这么说。妹妹，你乖好不好？妈妈在忙，你自己先去睡。那天交代你处理的事情啊，你说今天会处理好，现在进度如何？因为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遇到了一些困难，所以没有办法如期完成。你那天不是信誓旦旦跟我说你会处理好吗？不过没有想到会遇到这么多问题。不能再拖了，你如果遇到什么困难，你应该要告诉我。你这样一而再，再而三这样拖。我要怎么相信你？